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谢。今天是11月12号，现在是中午的12:05。今天是我家小妞过生日，这孩子念叨了快一年了，数着日子过，终于到他的生日了。所以呢，我已经提前2个多礼拜给他订好了蛋糕，然后现在拿着一些礼物啊什么的去找他。这一兜子是给孩子生日用的东西，还有一些小零食给他的小朋友们。然后这个呢是给前婆婆准备的，孩子奶奶准备的一个礼物，因为他照顾孩子也辛苦嘛。哎呀，不管以前怎么样吧，就是哎，还是对他好一点。现在来给我女儿拿蛋糕，他们还没有打包好。现在拿了蛋糕，赶去孩子学校接他放学。哎呦妈呀，这个蛋糕真的是刚做好的。刚做好的，很软，还没有来得及冻。他们这个做蛋糕的这家店也是 很赶呢、啊。你爸爸没来呀？我叫你爸爸先来，我说我去拿蛋糕，不一定来得及哦。Thank you. 哎 ，What should you say? Thank you. Thank you. 对了。跟我一起出来的。啊，你的 birthday cake over there. 啊，呀。哎，那里是我的 birthday cake 呀。那里。birthday cake 在哪里？呀，这里，这里。哇！哎呀，这是我可老沉了。刚才我爸爸让提东西，我手都红了。因为我害怕，因为我害怕它会倒掉，所以呢，我刚才坐车的时候，我就这样捧着，我都不敢动，我的手都在抖。这蛋糕已经够大了，等一下。我知道了，这蛋糕是蓝色。嗯，嘿，我的这个是用玻璃做的，我当然能看到。我看到一个蓝色的啥东西。等一下，你再看吧。我已经看到了。看起来像个裙子。啊，一会儿咱俩吹气球啊。你告诉他们几点来的呀？就他回来的时候，我丈夫回来了。来，咱们吹气球了吧？好嘞，气球，怎么都是白色的？没有，它吹起来是那种蓝色。老厉害了！你厉害呀！肺活量杠杠的。厉害的，祖国老妈，貌美如花，天天对对有有趣，岁岁有钱花。身材和辣，人见人夸，蹦到了哪天下，哪天下。你去，放哪儿？大早上就是哪儿呢？早上给您哪儿呢？哇，这气球是不是应该贴上去啊？我觉得，妈妈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在这儿，到那儿。这个手环是最好看的。嗯。小朋友们已经到了。这个蛋糕美人鱼主题，可惜往那个冰箱里面拿的时候尾巴给整碎了。七岁了。宝宝看了高不高兴啊？你几岁了？七岁。真好。拿浪回来，下去找一个。拿一个棒子过来。哎，那啥？这点火。点火呀。好吧。哎，你媳妇儿跪了。把那个棒子，一会儿我要放这儿。别晃，一会儿蛋糕倒了。不然我只有6岁。洗个愿吧。我在笑。闭眼睛。快点，来，来，有蜡烛，快吹过来。快。别，吹吧。哎呀，生日快乐，宝贝！哎呀，小丸子，你没吹呀？来，宝贝，来，给我干个杯了。
你干杯，你应该放妈妈上边还是下边？下边，妈妈比你高，对不对？干杯呀！要跟老人去干杯的时候，这你应该往底下，这不对？这样是你自己往底下，你是我的下一辈还是上一辈？下一辈。那你得往下。别人。送给孩子奶奶一个包。我记得我上次给你买了个包，也是粉色的。我记得你喜欢粉的吗？是不？那个是桃粉袋，桃粉色的。啊，那个是那个。然后还有像那种褐色跟粉色的结合。钱包啊？啊，对呀，啊，钱，手机了，装里去。啊，对，你这个长度就行呗。它还可以再往上再紧一扣，还可以再上一扣，还行，再上一扣，这样就行呗，你正好就行。这桌子往旁边撤一撤吧，让他们玩。全是 marker， 各种颜色，这样你可以画画了。他的同学，谢宝的同学给他画的生日卡片。上面是 mirror 是不是？嗯。上面是镜子，然后底下，哎呀，我都看出来了，这个是粉是吗？对。然后。还有那种眼影的小棒棒呢，是吧？嗯。小眼影刷，这些是眼影是吗？对，眼影，这个是口红。嗯，口红，然后底下是。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个是抹嘴的。嗯。这个是弄脸的，百灵的下巴。哎呀，你可真会做呀！宝宝今天过生日，高兴吗？高兴啊！哼哼。收到这么多礼物，小哥哥，今天晚上做了两个眉毛的客户，然后，其中有一个补眉的客户哈，他可能在朋友圈他看到了我晒我女儿过生日的图片，所以呢，他来的时候呢，就买了。一大包的东西，就这几个，一二三，还有那个四，那个旁边那个书包，全部都是那个姐姐买的，全部都是在那个叫什么 Smiggle 买的，她还挺会买东西的，嗯，尤其是这小钱包真可爱，都是一些小女孩喜欢的东西。我觉得这个姐姐真的是太会送东西了。还有就是我好朋友英妮，今天她忙了一天了，然后呢9点多吧，她跑到我家，然后呢带着这双鞋来的，她现买的，她把她买了两双，就是她女儿跟我女儿是一样的姐妹款，就是这个鞋是带闪光的，这样，好像是，是这样按就可以闪光，但是等小孩穿的时候，只要是跑跑跳跳，它就会，就会一直亮，很炫酷啊！这牌子什么来着 ？Skechers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，小哥哥，拜拜。爸爸你去哪里？什么去哪里？Video bye bye say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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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a hi 怎么样？放好了。没事，你的衣服，等一下，你可以做缓做一个事，你那衣服放袖了，你等一下，给我们再弄这个。兜里有东西没？有东西掏出来啊。啊。
怎么拿不出来呢？拿出来，刚才我就弄两个边。其实我跟奶奶去买娃娃的时候，我也看到这个包，但奶奶不给我买，她说这包太小了，没不能放多少东西。这是一个阿姨送给你的。谁？是一个一个叫 Jasmine 的阿姨，她送给你的。Jasmine 不就是迪士尼公主吗？小吗？不是小，不小，正好。有一点点大。一点点大，真是正好的。你就买正好，就很快，你脚丫子一长就穿不上了。依林阿姨送的，下次要跟依林阿姨说谢谢哦。你看，嗯，这是隔壁阿姨送的，还有隔壁阿姨送的啊，所以你把它带过来了啊，好可爱哦，这个。我就知道你喜欢粉红色。